桂灵公篇第十五1501。原文：桂灵公问陈于孔子，孔子对曰：左斗之事，则常闻之矣；军旅之事，未知学也。明日续行。注释：左、早、斗，祭祀器皿。译文：卫灵公向孔子询问排兵布阵之法，孔子说：礼仪方面的事，我还懂一点；用兵打仗的事，我没学过。孔子第二天就离开了魏国。831。1502。原文：在陈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兴。子路见曰：君子亦有穷苦。子曰：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懒矣。注释：译文：孔子在陈国断粮时，跟随的学生都饿得走不动路。子路埋怨地说：君子也有穷困老倒的时候吗？孔子说：君子虽穷，但穷不失志。小人一旦穷了，就自暴自弃，一跪不振了。1503。原文：子曰：次也，予以与为多学而识之者与？对曰：然，非与？曰：非也，予一以贯之。注释：译文：孔子说：子贡啊，你以为我是学得多才记得住的吗？对，难道不是吗？不是，我是用一个几本思想贯彻始终的。1504。原文：子曰：由，知得者善矣。注释：译文：孔子说：仲由啊，理解道德的人太少了。1505。原文：子曰：吾为而智者，其信也与？夫何为哉？公己正南面而已矣。注释：译文：孔子说，不发号施令就能治理好天下的人，只有信吧。他做了些什么呢？只不过是庄严地坐走宝座上而已。1506。原文：子张问行，子曰：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墨之邦，行矣；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周旅，行乎哉？立，则见其参于前也；在，则见其倚于横也。夫言后行，子张书注。注释：笃，忠实；墨，末，赤。译文：子张问什么是正确的行为，孔子说：说话要忠信，行为要诚实，即使到了偏远地区，也能事业顺利；否则，即使在繁华都市，能顺利吗？站立的时候，忠信诚实这几个字好像就矗立眼前，坐车的时候，这几个字好像就贴在车窗上，这样到哪都会畅通无阻。子张将这话写在腰带上。1507。原文：子曰：直哉，使与？邦有道如使，邦无道如使。君子哉，衢柏欲？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。注释：译文：孔子说，使与真正直啊。国家政治清明时，他像箭一样直；国家政治黑暗时，他也像箭一样直。衢柏欲真是个君子，国家政治清明时，他就出来做官；国家政治黑暗时，他就藏而不露地隐居起来。1508。原文：子曰：
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失人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，失言。智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。注释：译文，孔子说，遇到可以说的人却不说，就会失去可与说话的人；遇到不可说的人却说了，就是说话无实。聪明的人既不去可交谈的人，也不言谈无实。1509。原文：子曰，自是人人，无求生以害人，有杀身以成人。注释：译文，孔子说，自是人人中，没有贪生怕死出卖正义的人，却有舍生忘死维护正义的人。1510。原文，子贡问为人，子曰，公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士邦也，是其大夫之言者，有其事之人者。注释：译文，子贡问怎样实现人，孔子说，工人要做好工，必先磨好工具。生活在哪里，就要追随哪里的品德高尚的领导，结交哪里的仁义之士。1511。原文，颜渊问为邦，子曰，行下之时，成因子，福州之免，乐则韶武，放郑星，远宁人。郑星饮，宁人台。注释：路车。译文，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，孔子说，用夏朝的历法，成商朝的车辆，大周朝的礼帽，提倡高雅音乐，禁止微微之音，疏远夸夸其谈的人。微微之音淫秽，夸夸其谈的人危险。1512。原文，子曰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注释：译文，孔子说，人没有长远的考虑，必定有眼前的忧愁。1513。原文，子曰，己以乎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注释：译文，孔子说，这个社会完了，我没见过喜欢美德如同喜欢美色的人。1514。原文，子曰，庄文仲其舌毁者与？知柳下惠之言，而不与立也。注释：译文，孔子说，庄文仲是舌居官位的人吗？明知柳下惠品德高尚，却不推荐他做官。1515。原文，子曰，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远远矣。注释：译文，孔子说，多责备自己，少责备别人，就可以避免怨恨。1516。原文，子曰，不曰，如之何？如之何？这吾没如之何也已矣。注释：译文，孔子说，遇事不想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的人，我不知道对他怎么办。1517。原文，子曰，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少为，难以哉。注释：译文，孔子说，整天和小人聚在一起，说话不讲道义，喜欢耍小聪明，这样的人真难办。1518。原文，子曰，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信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。注释：译文，孔子说，崇尚道义，遵纪守法，说话谦逊，做事守信，就是君子了。1519。
原文，子曰，君子病无能言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注释，译文，孔子说，君子只怕自己无能，不怕没人了解自己。1520，原文，子曰，君子疾莫世而名不清言。注释，莫，莫。译文，孔子说，君子担心至死也没好名声。1521，原文，子曰，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注释，译文，孔子说，君子求自己，小人求别人。1522，原文，子曰，君子勤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注释，勤，襟，庄重。党，结党营私。译文，孔子说，君子举止庄重，与世无争，团结群众，又不结党营私。1523，原文，子曰，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注释，译文，孔子说，君子不会因为某人说话动听而举荐他，不会因为某人品德不好而不采纳他的善意规劝。1524，原文，子贡问曰，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乎？其恕乎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注释，译文，子贡问，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吗？孔子说，那就是恕字吧。自己不愿意的，不要强加于人。1525，原文，子曰，吾之于人也，谁为谁与？欲有所欲者，其有所使矣。斯文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注释，译文，孔子说，我对人过谁，称赞过谁，我称赞过的人一定先经过了考验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的人都是这样做的，所以三代都能走在正道上。1526，原文，子曰，吾犹及使之决文也，有马者借人乘之，今无以夫。注释，译文，孔子说，我还能见到史书上因存在怀疑而空缺文字的情况，现在没这种事了。1527，原文，子曰，巧言乱德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注释，译文，孔子说，听从花言巧语就会丧失自己的美德，小事不忍耐就会搞乱大事情。1528，原文，子曰，众恶之必察言，众好之必察言。注释，恶，嗯，好，好。译文，孔子说，众人厌恶的必须仔细观察，众人喜欢的必须仔细观察。1529，原文，子曰，人能横道，非道横人。注释，译文，孔子说，人能横扬道义，不是道义能壮大人的门面。1530，原文，子曰，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注释，译文，孔子说，有错不改，这才是真错。1531，原文，子曰，吾常中日不食，中夜不寝，以思无益，不如学也。注释，译文，孔子说，我曾整天不吃，整夜不睡，来思考，结果没好处，还不如学习。
1532。原文：子曰：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，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矣。君子忧道不忧贫。注释：内的第三声。译文：孔子说，君子谋求掌握治国之道而不谋求食物。耕田，有时还会挨饿；学道，却能拿俸禄。君子只担心没学好道，不担心贫穷。1533。原文：子曰：自及之，人不能守之；虽得之，必失之。自及之，人能守之；不将以之，则民不敬。自及之，人能守之；将以之，用之不以礼，未善也。注释：答林。译文：孔子说，凭智慧得到权力，但缺少人品，即使得到了，也必然会失去。凭智慧得到权力，人品也好，但不严肃认真地管理，则不受群众尊敬。凭智慧得到权力，人品好，工作态度也好，但所作所为不符合道德规范，那也是不完善的。1534。原文：子曰：君子不可小之，而可大受也；小人不可大受，而可小之也。注释：译文：孔子说，君子不可做小事，而可接受重大使命；小人不可接受重大使命，而只能做小事。1535。原文：子曰：民之与人也，甚与水火。水火，吾见涛而死者矣，未见涛人而死者也。注释：译文：孔子说，人民对仁政的需要，比水火更迫切。水火虽有利于人，人有时却会涛之而死，我没见过涛人而死的。1536。原文：子曰：当仁不让于斯。注释：译文：孔子说，面对人道，在老师面前也不要谦让。1537。原文：子曰：君子精而不。注释：精，正，大顺，小顺。译文：孔子说，君子固大节而不计小顺。1538。原文：子曰：事君，敬其事而后其食。注释：食，报仇。译文：孔子说，对待上级要先办好事，然后再谈拿报酬。1539。原文：子曰：有教无类。注释：译文：孔子说，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。1540。原文：子曰：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注释：译文：孔子说，立场不同，观点不同，也就不要相互相议了。1541。原文：子曰：辞达而已矣。注释：辞达，表达清楚。译文：孔子说，话说清楚就可以了。1542。原文：斯勉见，及街，子曰：街也。及席，子曰：席也。街坐，子告之曰：某在斯，某在斯。斯勉出，子张问曰：与斯言之道与？子曰：言，故上斯之道也。注释：上，傍。译文：鲁国的乐官来见孔子，走到台阶前，孔子说：这是台阶。
走到坐席前，孔子说：这是坐席。都坐好后，孔子告诉他：某人在这，某人在那。乐观走后，子张问：这是同盲人交谈的方法吗？孔子说：是的，这就是帮助盲人的方法。